这是一个宇宙被称为混沌的时空所发生的故事。西洋心中遇见这新王诞生的少女，东洋心中想拥有一统战乱力量的男人。当两人命运邂逅的同时，世界变革的故事即将开幕。新しい時代が来るなら、俺はその渦のど真ん中を行く。絶対逃げたりはしねえ。1月18日起，每周六，愚者信长，首周连播2集。